感觉至少要两个 UR 里都在。哎，这个刚没出现哦，刚没抽过这一对的哦。我操！不行啦，不行啦，不可以啦 ！YT 一定不喜欢啦 ，YT 不喜欢这个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丸。相信大家刚刚已经看了这个《幸运海豚》非常多的这个优质的影片。听说制作组好像是这个《闪乱神乐》同一个制作组啊，所以没意外应该就跟大家想的差不多，好吗？就是有点可能画面稍微晃了一点点，也记得吃点晕车药，哎，不然怕等等你们晕了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出发了，大丸 O U O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それじゃまた後で。请问他邻家是正常的吗？收年龄吗？这款本来就很健康啊，任何人都能玩的吧。哦，这么快就进入这个环节了吗？看一下，只有一抽哎，今天开服应该要送多一点吧。好，看下这款游戏的抽卡画面。哎呦，无人机飞过来了，哦呦，海豚在飞，漂亮的金色海豚。嗯，等一下 ，SSR 哎。感谢你的龙七个月，感谢。所以这个是有料了吗？还是手抽的 SSR？ 哦，最高 UR 哦。这个是礼装吗？这怎么感觉像礼装？一匹狼哦，这个我知道。只要只有我带这张卡，我可以加速度40点。但是如果对手也有带，就会被吃掉。谢谢孤单的粤语答案二三个月。哎，他这个是十抽哦。哎，有了吗？哇！哎，这张好可爱啊。他是不是很热？他本来好像没这么热。我真的抽到 UR 吗？哎、欸，这只好婆，我喜欢这只。哎、欸，希望大家热一点啦、啊。哎、欸，这只真的很婆，这只很可爱。这游戏能介绍给同学？哎、欸，来了吗 ？UR？ 没事啊。哎，这个是不是 UR？ 哎、欸，这感觉很亮哎、欸，这 UR 了吧？来了吗？好像中了哎、欸。确实啦，穿这样打水战比较，哎、欸，比较凉爽一点啦。毕竟我刚看了一下，太阳有点大。可恶，保底 U 啊！哎、欸，我可不可以再抽一次啊？等一下，这个移度影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啊？哦，这个游戏是不是跟那个第七史诗那些一样无限刷？好，我要刷到我喜欢的 ，Go。那他有说他第一次只会有一张 U 啊吗？啊，有，要不要来看一下海豚？这边很多海豚呢、欸。哦，角色只有一只，礼装可以很多。OK， 哦，虽然是保底一只 UR 角色，然后最多就只能一只。哎、欸，这只好可爱哦！这只怎么没有 UR 啊？我喜欢这只啊！哎、欸，声优好像小圆好美，这边都高中生啦，没有乐乐啦。那感觉我刷好的礼装 UR 就可以玩了。这么早就在开大车，这就感觉很中二哎、欸。一攻入魂，可恶！哎、欸，有了吗？哦呦，这只看一下，哦，条纹。哎、欸、，UR 是不是都这样啊 ？UR 都这么夸张的吗？这个游戏每一张 UR 的卡都这么扯的，都是直接不跟你演了。其他游戏你要出泳装，你只能等那个季节七八月暑假的时候。这一款最厉害的，你知道有什么吗？它的设定是它365天想出泳装就出泳装。再看一下这抽到谁，把我们十只都先看一下吧，选一只自己喜欢的吧。不对，巨大的邪恶。梁瑟想吃冰了吗？我觉得好热，想吃冰了。哦，终于有了吗 ？UR 的礼装终于出第一个了。哦 ，UR 礼装长这样哎，感觉至少要两个 UR 礼装在。哎，这个刚没出现哦，刚没抽过这一对的哦。我操！不行啦，不行啦，不可以啦 ！YT 一定不喜欢啦 ，YT 不喜欢这个啦。有了吗？普剑制铁锁，精密制铁。我以为他只是那个哎、欸，我以为他只是后勤单位、欸，没有想到直接跳下来打，这什么啊，老铁？
这个是主角那一队的。哦，不一样的啦，绿色的。绿色马尾，洋男姓李，他真的每个都很夸张哎。哎，李庄有了。这李庄感觉蛮赚的，这李庄有点强，好好危险，整个角色。哎，哦，这个的、哦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只。哎，太 too big 啊 ！No！ Too big 啊 ！No！ Too big 啊！这款是不是跟《闪亮神的有人比？就是同一个制作商啊？哎，有啦，主角吗？哎，其实主角蛮可爱的、欸，我发现我还蛮喜欢主角了。萧公路火，这个该不会又是那个吧？对，哎，没有，不一样的。哦，这只辣妹不行，我不喜欢挑染。这款要 VPN 吗？不用。哦，又是你制铁锁。嫩，你喜欢的。嫩，你喜欢的。这个吗？这个是那个，这个两个。哎、欸，刚刚这边哎、欸，这只其实不错，我蛮喜欢这只的。凑齐一套啦，这几只还蛮强。这他的头发很像是，他的头发很像是某种拖把哎、欸，还是我看错了？我们突击有一个扫把头班长，这个游戏里面有个拖把头妹子。扣取是可以这样进更衣室的吗？哎、欸，因为他们迟到了，我才进去看的。迟到不行，背的。他这个只用一半呢，是怎样啊？而且我发现他居然可以上下分开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游戏，所以都市人你喜欢也可以这样玩，好危险！一般不是你泳装，就是你只能直接换泳装。他居然是可以上下，你一抽多一点就更棒了。你可以按未解放那个，可以看没有了。未解放我看一下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么多啊！哎、欸，这款游戏的自由度很高哎、欸。不是我在说、啊，这款游戏的自由度真的是蛮高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太危险了啦！不行啦，那不是你的啦。他可以把其他的衣服穿上去。哎、欸，不行，太色了。他居然可以穿人家的、欸，怎么办？这款怎么自由度比我想象中还要高？人家的衣服只要我有抽就可以穿呢、欸。哇，我可以帮换发型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呢、欸。你比如说，如果你喜欢乐乐的话，你可以用乐乐的发型套用在其他人身上、欸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就是套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打水仗刚刚好了。Coach 什么时候可以练习比赛 ？Coach 现在正在帮你们锻炼啊，你们得先挑这个决胜服，才有办法去战斗。还是唱歌玩还是单机版？哦，手游倒了吗？手游也扛不住了吗？治好推唱歌这款的，确实。ごめんなさい。这款唱歌应该也喜欢的吧？好了，不过感觉平板好像撑不住了，越来越卡嘞。我的平板君好像撑不住了。越来越卡了，感觉好像要用 DN 玩。哎、欸、，DN 玩要 VPN 吗？还不用？我感觉我机体要爆炸。哦，不用嘛，没办法啊！我玩这款，我的平板一直进水，一直进水会变慢是正常的吧？玩一玩，一直进水，进太多水了，平板开始卡卡的了。各位，今天我们这一款波涛汹涌，波涛汹涌没错，我每次都忘记它的名字。哦，汹涌海豚呐、啊，哎，波涛汹涌都忘记把海豚两个字放进去了。今天我们这个手游稽查官汹涌海豚就玩到这边啦。如果各位还有什么哎心中非常喜欢的游戏，比如说像汹涌海豚这类型的，想要推荐给大王玩的，哎，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，之后大王有缘分去试个玩。好，拜拜，再见。